工厂仿真软件呢，事实上它自带的一个标准的演示文档，里面就有相当多的内容。在我来看呢，NanoBox 这个文档，它事实上就是一家电子的工厂，电子的 PCBA，有这些贴片机、回流焊检测，以及像这样的一些设备，以及这个悬挂运输装配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位。那我们把它跑起来之后呢，可以看到这些动态的报表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演示的文档，用它来说明这个工厂仿真，包括物流，包括这个良率监测。在我来看呢，它事实上就是一个虚拟的 mass。我可以把一个订单在投放之前，先放到这样的一个虚拟的环境里来模拟一遍，来看看它的这个生产的情况。看看这些设备的加动率、良率，以及产能能不能达到设计要求。